南无达斯巴格瓦多阿拉哈多萨玛萨布达斯南无达斯巴格瓦多阿拉哈多萨玛萨布达斯南无达斯巴格瓦多阿拉哈多萨玛萨布达斯醒察智，醒察精进和忍辱波罗蜜。大菩提乘之道，所行障住杂论。六，什么是波罗蜜的条件？同样的，应如此醒察精进成就。即使是可看出结果的世间事物，若以下等的精进，则无法达成目的；但若以不计劳苦的发勤精进，则没有难以达成的事。下等精进者不可能发勤地说：“我将使一切有情从轮回大步流中救度出来。”中等精进者发勤后，往往中途而废。上等精进者能不顾自己的安乐发勤，以证得至高的成就。接着是醒察精进波罗蜜的方法。应如此醒察精进成就，即使是可看出结果的世间事物，如果不努力的话，就不可能达成目的。但假如精进不懈的话，就没有难以达成的事。缺乏精进的人不可能提起勇气说：“我将使一切有情众生从生死轮回的大海中解救出来。”中等精进的人若提起勇气这么做，通常会半途而废，中途就放弃。唯有具有最上精进的人，才能不顾自己的安乐，不顾自身的利益，完成这项任务，成就佛果。再者，应以如此方式醒察精进之德。想要发勤指使自己从轮回的泥沼中解救出来者，若其精进徐缓，则无法达到其愿望的目的，何况能发圣愿解救包含天神的世间之目的。由于贪等烦恼重，犹如坠象般难以防护，由于该因缘所造的业就如杀戮者高举利刀般，由于该恶业之因，恶趣之门一切时敞开着。由于此处恶友经常鼓励为恶，使自入恶趣，愚痴凡夫的天性是容易听从恶友的教诫。若能脱离轮回之苦，应该可以自己生成啊。唯有经由精进之力，远离邪思维。如果靠自己的精进就能证得三菩提，那又有什么困难的呢？等。接着，应如此醒察精进之德，发愿成为声闻弟子者，或发愿成为独觉佛者，想要使自己从生死轮回大海中解救出来。如果精进徐缓或没有足够精进的话，是无法达成他们所想要的目的的。发愿成佛者，若没有足够的精进，又如何能解救包含天神和梵天的世间所有有情众生呢？由于无量的贪、嗔、痴等烦恼，就如坠象般难以防护，而由这些烦恼所造的业，就如刽子手高举利刀般，正要杀死自己。由烦恼所造的恶业，四恶道之门经常为造恶业者敞开着，由于恶友经常围绕着我们，鼓励我们为恶，把我们送入四恶道，
愚痴凡夫的本性是容易听从恶友的不良劝告的。那些恶友会提出错误的言论说，如果真能解脱生死轮回之苦的话，我们应该可以不付出努力就自动达成啊。唯有经由精进之力，才能远离并摆脱这些错误的言论。如果经由自己的精进努力就能证得佛果，像我这般上等精进的人又有什么困难呢？以上是省察精进波罗蜜的方法。同样的，应作意忍辱之德。由于忍辱破除敌对无余之德的愤怒，因此是诸善人成就诸德的无阻碍武器，是能够征服他人的庄严，是沙门和婆罗门的力源城，是调伏愤怒之火的流水，是善赞扬声的出生地，是化解恶人恶毒之语的解毒咒，是助力于防护者的最上明智天性。忍辱的意象深如海，是嗔怒大海的海岸，是关闭恶趣之门的门板，是登天界和换天界的阶梯，是承受一切诸德之地，是最上的身与意清净。接着是省察忍辱波罗蜜的方法。应如此省察忍辱之德，由于忍辱能破除与所有善德相敌对的愤怒，因此是善人成就各种善德的万能武器。忍辱是使菩萨能领导有情众生的庄严，忍辱是沙门和婆罗门的力量，忍辱是熄灭愤怒之火的流水，忍辱是好名声的基础出生地，忍辱是化解恶人无理的恶毒之语的解毒咒，忍辱是助力于防护诸根门的最上智者之天性和态度。忍辱的潜力深如大海，忍辱是嗔怒大海的海岸，忍辱是关闭四恶道之门的方法，忍辱是登天界和犯天界的阶梯，忍辱是承受所有善德圣洁之地，忍辱是最上的身与意清净。再者，应省察以增长忍辱成就，这些友情由于没有成就忍辱，因此在此界受苦，而且来世也从事应受苦之法。虽然我因他人的伤害而生起苦，自己只是该苦之甜，然而成为种子的业是我自己播下的，忍辱该苦是此无在之因。若没有伤害者，我如何能成就忍辱呢？虽然此人现在是伤害者，但过去此人曾帮助过我，伤害只是帮助我修忍辱之因。此一切友情如同我的儿子，谁将会对儿子所做的罪行生气呢？由于住有愤怒之鬼，所以此人侵犯我，因此我应调伏此住着的愤怒之鬼。由于伤害使我生起此苦，我也是其带来痛苦之因。由诸法造的伤害是在哪里造的？一切名色诸法，他们在该刹那即已消逝，现在应该向谁生气呢？一切法无我，那到底谁侵犯谁呢？接着应如此省察以提升忍辱的成就。有情众生由于没修忍辱，因此造作伤害自己的不善业，不仅今生在此人间受苦，而且来世也因此受苦。
虽然我因被他人伤害而受苦，然而起因却是我自己。我这受苦的身体有如田，而过去世曾造作受苦恶业种子的却是我自己。因此我现在受苦可说是自己造成的。忍受此被伤害的痛苦是清偿旧债的方法。如果没有伤害者，我如何能圆满忍入波罗蜜呢？虽然这个人现在伤害我，但过去世此人确实曾帮助过我。他人对我造成的伤害是在帮助我修忍入，因此对我是有益的。所有有情众生如同我的亲生孩子般，对于智者来说，怎么能对做错事的孩子生气呢？他伤害我是因为他被愤怒之鬼附身了，我应该驱除他的愤怒之鬼。虽然我因被他人伤害而受苦，然而我也是带来痛苦的因素。如果我不存在的话，就不会发生此事了。一切事物都是因缘和合的，名色法施加伤害，名色法受伤害，然而名色法一升起立刻消逝，那么是谁在生谁的气呢？因此不应该愤怒和生气。一切圣义法无我，既没有造恶者，也没有受害者，那到底谁伤害谁呢？假如由于长久积习，因他人伤害的愤怒可能处于占据其心，他应如此省察。忍辱是对此他人伤害的对治行道，是指回报之因。伤害使我受苦是信心之源，而且由于生起苦，成为相信一切世间不可乐享之源。诸根本来就会遇到可易和不可易的境遇，在此我如何才能得以不遇到不可易的境遇呢？被愤怒支配的有情，由于愤怒已经疯狂，心狂乱，何必向这种人报复呢？正自觉者看待此一切有情犹如亲生之子，因此我不应对他们有愤怒之心。若冒犯者是具有诸德的有德者，我不应生气。若冒犯者没有诸德，我应特别悲悯他。愤怒会使我的诸德和名声退失，愤怒会使我丑陋无法安眠等，使敌人欣喜。此愤怒是造就一切不利、破坏一切利益的强敌。具有忍辱者没有任何敌人，冒犯者因其罪行未来将遭受痛苦，但我有忍辱就不会如此。若以心念愤怒，我就随着敌人而转；若我以忍辱征服愤怒，则完全战胜该愤怒之奴的敌人。我不应因愤怒而舍弃忍辱之德。有了妨碍诸德、为其敌对法的愤怒，我如何能圆满戒等法呢？而且没有这些戒等诸德，我如何能诸多资益有情，依照誓愿将正德最上成就呢？由于具有忍辱，不受外界干扰，得定，因此能忍许审查一切行无常、是苦、一切法无我，以及涅槃的无为、不死、极净、殊胜等本质，而且诸佛法的不可思议、不可测量之力。如果由于长久以来受到嗔恚的影响，因受他人伤害所升起的愤怒，可能使他不断地升起愤怒之心，并持续地维持在愤怒而生气状态。
发愿成佛者应如此省察，忍辱是对治他人伤害的回报修行。对方伤害带给我的痛苦，是使我升起信心的助缘。由于受苦，使我深信一切世间是不可爱、不可乐的真相。眼、耳等五根门，本来就会遇到各种可意和不可意的境遇。如果希望自己完全不遇到不可意的境遇，这是不可能的事。被愤怒支配的友情，因愤怒已经疯狂，心狂乱了，何必向这种人报复呢？佛陀看待一切友情众生，犹如自己的亲生孩子般，因此发愿未来成佛的我，不应对他们生气或怀有愤怒之心。如果伤害我者是具有戒行等圣洁美德的人，我不应该对如此有德行的人生气。假如伤害我者是没有戒行等圣洁美德的人，我应该特别对他怀有悲悯之心。生气和愤怒会有损我的德行和名声，因此我不应该生气和愤怒。生气和愤怒会使我丑陋，无法安眠，德不利，失去财物，失去名声，失去亲友，死后投生恶道受苦，只会让敌人高兴而已。愤怒七思出自增知部七集愤怒经。愤怒是修行者的强敌，带来所有危害和不利，破坏所有成就和利益。具有忍辱者没有敌人。伤害我的人因其恶行，痛苦将会降临在他身上，但我有忍辱，因此将不会遭受痛苦。如果我心怀愤怒报复他，那我就会跟随敌人的脚步遭受痛苦而已。假如我以忍辱克制愤怒，我将完全战胜我那成为愤怒之奴的敌人。我不应由于愤怒而舍弃忍辱的圣洁美德。如果怀有妨碍众多善德与所有善德相敌对的愤怒，我如何能圆满持戒等善法呢？假如没有持戒等善法，我如何能帮助并利益有情众生呢？我如何能圆满誓愿证得最上的佛果呢？只要具备忍辱，就不会受到外在事物的干扰，而且心才有定力。因此能忍许并关照诸行无常、诸行是苦、诸法无我以及涅槃的无为、不死、极静、殊胜等本质，佛陀的诸德是不可思议，具有无边力量的。从此诸律于随顺忍、忍许审查，这些完全没有我或自我的本质，诸法依照各自之缘升起和消灭，不从何处来，不到哪里去，不助力于何处，也没有谁在造作，没有我造和我所造的住处。于是菩萨必定菩提，不退转法，当知以如此等省察忍辱波罗蜜。经有如此观照，他助力于随顺忍，因此了知所有诸法完全没有我或自我的本质，只是依照各自的因缘升起，也依照各自的因缘消灭，不从何处来，不到哪里去，不助力在哪里，也没有谁在造作。于是了知没有所谓我造和我所造的基础助力之处，不存在所谓的我造和我所造。如此省察后，菩萨不动摇，不退转，必定成就佛果。当知以此方式省察忍辱波罗蜜。
以上是省察忍辱波罗蜜的方法。萨度，萨度，萨度。